那个比较文艺、比较想睡觉的部分结束。对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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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是让大家看到你的不同的一面。我们差不多要来综艺了。另外一个单元啊，是要我们两个互画，我画，然后你看你画，我猜。太简单了吧？无聊，无聊。我们，所以我们找了几个我爱偶像的，算是几颗老鼠屎的，就是他要加入我们， okay. 他会卡在我们中间。是，对，因为我也算是会画一点点。你一定会的、啊，会画一点点，会画。你那么厉害，我没有啦，会画，我会画一点点的。不要那么大力。我爱偶像之我们要凹黄鸿升凹到死的单元来了，耶！对，这个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现在来画画，是，然后你是最后一棒，好，然后我们会出大概十题，嗯，然后呢，你只要答到一半以上，是，就代表你赢。如果你赢的话，我们做单位就给你买你的周边商品。那也就是说，我是最后的答案，对，你最后答案。那我的答案画出来就是，你们要就是，就比如说，如果我画错了也不对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如果我画错也不对，你画错了，你要跟我们说你的答案是什么？这个游戏很屌，这个游戏是人性，你知道每一个人看的事情，跟表达的方法，还有最后的答案，在脑子里面都不一样。没错，所以说我们现在要透过画画来去了解人性，也没有那么复杂，我们就想念一个东西而已。这就是人性，对，要东西就不就是人性吗？其实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，七情六欲的，没错。而且我们买的东西只是买贴纸，你送我们要送最贵的公仔。那如果我答对几题？你答对五题以上，你就算赢了。如果我答对五题以上，对，你就把头发给我烫直。为什么？你管我？你干嘛控制我？想怎样就怎样啊！心跳刚觉得一个小时哎，叫我烫直，很不划算。好 ，OK 就完了。好，那我们读哪一只？就2000万那一只，好不好？矮的那个，就是那个新的那一只。好，对，那一只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玩那一只 ，OK 啊，好哦。来了，第一题来喽。其他的不可以看哦。不可以看，不可以看。走了，好，计时开始。哎，不可以偷看 monitor 哦。啊，这个好难哦。还有几秒？还有几秒？10秒。只有20秒的时间哦。等一下，3、2、1，好，写答案。写答案，写答案。欸，可是我觉得第一个有可能是老鼠屎。不会，我觉得我很棒。我觉得一乱下来之后，我可以安排谁在哪个位置。下一个，对不对？我觉得，不然我就亏死。对，哎，但我不会让你亏啦。难讲啊。因为我真的很认真画，因为我自己那个我妹妹也是艺术家，她也是办展的人，所以我知道办展有多辛苦。然后中间的同事不要开玩笑哈，这个很严肃的问题。3、2、1，来你的请看。哎，你不可以给观众看，你给他看就好。我听到什么？这什么了？看加差也是20秒哦，看加差也是20秒哦。写答案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自己看自己的，不要看别人的。好，给鬼哥看。为什么我前面两个字？为什么会有这前面两个字？什么啦？为什么前好？为什么前面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会有前面的两个字？哎，刚刚前面在那边很文艺的，然后很为什么会有前面的两个字？现在报仇了。为什么会有前面的两个字？为什么？三个字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为什么会有前面的两个字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跳讲。为什么？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从最后一个看有没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前面的两个字？什么意思？到底怎么？好，是这样吧。等一下。这太难了，因为我们用黑笔啊。你是什么？黄。这是什么？企鹅啊。对啊。黄企鹅。对啊。黄企鹅。我看到的答案就是黄色企鹅啊。你看，你翻给大家看。黄色企鹅？为什么？你看狼牙的。黄色企鹅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黄土 yellow？ 那对啊，会写 yellow， 而且还画气球。可达鸭，可达鸭为什么？等一下，可达鸭为什么是 yellow？ 可达鸭是黄色的。哦，可达鸭。但是题目是什么？题目是什么？鸭嘴兽。画的不错吧？画的对了吧？鸭嘴兽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就是卡通害小孩，小孩就以为长那样的叫做可达鸭，可他是鸭嘴兽，他忘记他的本名叫鸭嘴兽了。所以老鼠是你，就像是你。等一下，你画的是什么？等一下，问题点。好，来了，找到了。请问黄色的企鹅，你是在指这个部分吗？很像企鹅啊。这个部分是有点在带黄色。而且还有血烟哦。真的。我是被淘汰，是被侮辱的吧？我觉得这个排兵布阵有问题。我觉得你跟宜君调换。好，可以。他至少他可以比较理解我。对他 catch 完以后呢，下来呢可能就比较没有问题。对，对不对？中间这个人问题很大了。来了，开始了。哇，迅雷不及掩耳已经开始了。3、2、1，好，过了没？好。哎呦，我觉得他很有想法哦，正比级数哦，啪啪啪的哦，真的，正比级数。现在到第几个了？到第三个，第三个危险人物了。好，来给第四个看，宜君，宜君，你解能力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宜君拜倒了。好了，确定吗？你确定？好可怕！你确定？什么？好 ，OK。从你开始看，这个什么？肚脐。对，我看到答案是这个。宜君，肚脐。哎，我们画的一模一样哎！你看我们两个的形容是一样的哎！哎，那是你们我们两个形容是一样。没有别人要开的。哎，我们四个都一样哎。你是什么？但是我肚脐啊，但是我缺钱是这整个肚子，其实是肚脐上面的肚皮。太逗了，你有问题，他有问题，你有问题。画错眼哎，他画一个箭头在这哎，可是我画一个这样围圈圈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那个肚皮你要画侧面，对，你要这样，你要画侧面，你要画这个，哦，你要画侧面，你要这样子。好，避免争议，你做第一个。我做第一个，好来，但是你去做最后，哎，你去做最后。等一下，有四个人以上一样，那就答对了。哎，你不忙，大家安静，大家听我讲，听完以后再决定。好，我讲的有没有错？来。乍听之下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根本就是硬搬赖皮兽？明明就是。题目是错的，对啊，然后我们四个人以上一样，然后我居然要说要改答对，对不对？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啊！没有，你不要乱讲。我先就问你一句，今天这个是谁的节目？你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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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答。如果我现在去中和大，我就听你的。但今天是我要我笑，我还有什么路？我跟你交换，好哎，好，烂透了，你自己维持你的水平，好来，来，好 ，OK， 计时开始，太难了吧，太难了，好，来，
我正确化才开始。哪有啊？你又说没有？我正确化才开始啊。好好好好好。对啊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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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难哦。三二一。太难。你别偷啊！好。太难了。牙牙，你加油！时间太短了啦，太短了。牙牙，你自己加油。很难吗？是。来啊，速度带起来哦！你如果只有狐狸，有没有答案？有没有答案？好。哇，好 ，OK， 知道了。四三二一，好，月光仙子，厉害哦，厉害、哦，真的、哦，哇，等一下，厉害哦，月光仙子，等一下，是不是很难？哇，啊，你好强哦，是不是很难？你有他回神，你好强哦。我看这边要看，而且你画反的，对啊，什么？你叫飞镖，什么？答对了，哎，好厉害哦！赞赞赞赞赞！这样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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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棒棒！好，来，哎，月光仙子其实胸部没有那么大，我管他了，我喜欢嘛，我就看到那个小说，我就喜欢嘛，没那么大，哎，不错不错哦，来了，进入加持哦 ，OK。三二一 ，OK， 感觉很大，所以说很有信心。哎呦，哇！哈哈，自己应该蛮简单的。牙牙，你加油！自己蛮简单的吧？后来发现有问题的人是牙牙。哈哈。哦，月光仙子都过了。真的。有什么过不了的？能否解套呢？好了，三二一，那是什么？奥斯卡奖。奥斯卡奖？那个是奥斯卡奖？因为我没有拿过，我不知道他长怎样。哦，我换到金球奖去了。所以你的答案是奥斯卡奖，那答对了。对啊，那答对了。对啊，只是你画的不像，画的不像而已。对。哇，你。怡君真的是超屌的，我觉得你直接请他当助理，我要跟他结婚了。还有，我还有几题的机会，还有两题的机会，我这两题一定都要对，才过关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吗？对，还有力挽狂澜哦，力挽狂澜，来，太难了，这谁知道啊？这谁知道？太难了，谁知道啊？去那里，你去那里，就这样 ，OK， 好不好？那如果答对的话，你答对的话，我再答对的话，我们再买一只，就我个人的。好，那如果我答错，答错的话，我就送我就送我。